婶啊，好啊，夏夏自我介绍一下吧。Hello， 我是夏夏。拜拜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天线宝宝说拜拜。好吧，我是说再见。哦，再见。那因为夏夏有门禁，所以我想就不要太多打扰他了。那夏夏广告一下你们最近在办的活动好了。现在最近在办第一届宅音的活动。对，就是有没有一群理念向导人希望做一件很宅的衣服？然后就是要做很潮的衣服。明明是很宅，然后又很 fashion 好吗？我又宅又 fashion， 哇塞！就证明宅宅也是很时尚的哦。OK OK OK， 对。那这样投票活动，投票活动，投票活动到七月一号截止，那不就是后天吗？没错，就是后天，所以还没投的赶快投，不要让这一个人老是占据在第一名，真讨厌。登记第一号，登记第一号。然后之后呢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宅衣。有送张老王哦，还有送神秘小礼物，敬请期待。好 ，OK， 另外一颗张老王，那跟观众朋友说个拜拜吧，拜拜，拜拜。